来好不好？经典玉女金曲，这个是我听到讲的，杨林啊，对不？把心留住啊，什么斗雷米、林慧萍、往昔倩影、金瑞瑶、飞向你、飞向太多了，李碧华、浮水印，哎呦，哎，这个真的很早哈。不过你刚刚有讲到台语的部分，那时候就很流行漂亮宝贝啊，比如说瑞霞姐，瑞霞姐就是漂亮宝贝，或者是军中情人。瑞霞姐较早吼，伊有一条歌，好哪家。啊你错手比多啊手比多啊哎哎结婚了咯卡哪家啊你错手比多啊你看我这段你怎么看到你真的喔你做严重的孔锵老师叫我讲好啦第二回合我们要唱的是玉女好双城队怎么派玉女哦你说，你脑哎，主你把改黑裤洗一下，叫出来，我叫玉女。主叫声，你安尼真系未出借节目揣无玉女。我叫你点点发恁某啦，你拢无爱，就是要来遮揣玉女。不是不是，因为我拄只讲要想讲啊，要选玉女玉女，对咧，我想讲我看到林良欢，我想啊，这里不是，无来。我跟他太熟了，你說話說我比較清楚的，好不好？不好啦，我配一個梁歡啦，梁歡，那個怡婷，怡婷，這樣怡婷來唱零下幾度 C， 零下幾度 C， 梁歡姐來唱真的讓我愛你嗎？哇，這首也好紅喔，蔡幸娟的歌，對對對，啊，您這邊呢？好，我們這邊要派出吉巴奈，還有我們的男主持人子森，耶，對。子森要唱这一回合唯一的要唱女生的歌哦，哇，他们两个都是来这一套哎，对呀，啊，杂波哎，唱杂波，杂波唱杂波，歌曲是啊，主办方来唱《心语》，然后你要唱，我要唱林慧萍的《情难枕》，阿内个桥落去了，来来了。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晴，沥沥下着细雨，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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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心。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自己够冷漠，已经不会难过，以为自己够坚强，已经不会受伤，难道心中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淋过整个冬。
的热情在屋顶吹风，吹到整夜无故云，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靠缘分，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那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怯的深夜，那些欲作挽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真，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真，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岁月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真的让我爱你吗？我在等待。
真的看到不同的梁欢呢，真的、喔，真的吗？你没有看过他这样啊？足少，我较早看伊拢是唱台语歌啊，比较悲伤。对对对对对对。嘿啦，其实他私底下很可爱啦，因为我刚出道，我的搭档就是林梁欢。哦，是。嘿，一当主持人都讲哇，许志安跟林梁乐也是一个组合、啊。对，我们两个刚出道的时候啊，差几级啦，差几级啦。不过刚刚这回合真的是回忆杀哎，真的。从第一首歌出来，杨林嘿，这么几度 C 哦。嘿呀，怡婷。对，零下几度 C。第一首是星宇、啊，他那个好像有比吧？有首，第一首歌是星宇。我们现在是聊以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都有手势嘛，对，风一雷零。当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哎呦 ，C 耶，对对对，啊，一谈到嘞，什么？真的，真的，哎，还行。真的爱你吗？哦，先肩膀是不是？对，肩膀。真的让我爱你吗？头和肩膀洗饺子，洗饺子。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怎么跳这么远？而且刚刚康哥还想到那个啊，心串串心，心串串心，蹦蹦脸儿红。哎，那你比的怪怪哈。我是讲我较早的时阵听的，啊，够有足济，够有吗？伊个。野菊花，野菊花，啊，有有有，对对对，来唱《伯侠》，是不是没听？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哎，高大哥哎，就是，其实这些手势哦，就是跟着歌一样，它一直流传了几十年，大家还是会记得它。是是是，哎呦，来来来，阿丁这边来讲一下，都安怎？如果子生那这里还有那个改。咬字嘎的叫准了呢，都没有台语腔哎，所以表示呢，子生很厉害哦，唱国语没有台语腔。子生伊本来伊就是国语挂哎，伊是来咱的这部哦，台语开始练，开始练，练的这个。哎呦，来来来，阿姐，哇，哦，来小礼物，谁？一提三喜临门。哎呦，今天有三位啊，是是是，陈怡婷小姐分享我的第十张个人台语专辑《好你的心向来陪》。这一张专辑很棒，写足济歌嘛，来对有写过。对，里面有四首是我的自己的创作，包含同名主打《好你的心向来陪》也是我的全词曲。而且这个编曲很不一样，有很多这个对，用很多。那个老歌的元素，这一次就是以古典名曲为主轴，里面有六首就是加入了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古典名曲，比如说《婚礼进行曲》，或者是《邮递马车》等等的，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就哦，这是那个古典音乐在里面。所以我听过，我还跑去跟他对，有有有，谢谢康哥，谢谢康哥。我不是去搭仙的哦，啊搭讪，我是真正去改歌嘞，讲你的专辑。我听了啊，里面有什么元素呢？迄即块专辑较早较无啥讲。哎，对，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向来陪的陪是赔偿的陪，不是陪伴的陪。啊，对嘞。因为较早我在唱诠释这个抒情歌的时候，都是比较女生，都是比较就是比较痴心，然后比较弱势那一方，哀怨的那种。对，但是我觉得。凭什么都是我们女生受伤？对啊，我懂了。女生是你的青春，嘿，向来不会，向没来不会。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把女生的这个自主权，利用这首歌把它宣泄出来。先没人来不会嘛，哈，怎么样来赔偿他？是，没错。你的专辑一定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他本身会唱以外，也是很有才华的人，会创作，也会乐器，好不好？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哈。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怡婷。